抓住，抓住的。你完全不怕这些虫虫哎！对，他独徒手抓蜘蛛哎！先放，先让你们先放。他们床怎么进去的？可以，不要吵。可以。然后你们还好吗？我开始流汗，我以为我是来这边享受当一个露营的住客。 没想到团变成小管家之一，带你去 check in 到你的帐篷里。啊，我看到了，那这一区就是我们的 VIP 区，然后我们前面还有一个就是小沙发区，我看到了，很 chill 然后前面就是整片可以看到，直接看到山最美的美景，太美。你刚看到了什么？眼前竟然有云瀑，觉得很棒。 那所以这样子算看到这个算非常幸运，对，其实我好像是除了爬山是第一次露营看到云瀑，这里的地形真的很好。到了我们的帐篷，这边就是卫浴的地方，然后这是今天你住的四人帐，这个是出国吧？这不是露营吧？哎，这个地毯就整个有一种高级的感觉。一二三，跳！ 你们住大的超舒服的，我一个人睡四人房，它是太奢华，它是乳胶床，然后呢，它呢里面呢还有电毯那个，如果晚上冷的话，冷的时候就可以调电，很不错。然后我们的冷气呢，它是冷暖气，还有冷气，对，就是我从来没有住过有冷气的帐篷。有小朋友，对，哇，你不怕哦？不怕。那在这里，弄出去。你是哇。 哇，你是野人哦！天哪，抓这个，哎，在手上，你完全不怕这些虫虫哎！对，你好 amazing 哦 ！OK， 他徒手抓蜘蛛哎！我这几天呢，我就住在你隔壁，你有什么需求半夜可以呼唤我。好啊，过了12点我是就不会接电话，管他，还是有下班时间。你可以啊，看了这个整个山区，很不错。好啦，拜拜。非常满意这个开箱，很喜欢这个帐篷，期待晚上睡得很好。拜拜。 太突然了吧，走下来。说晚上要洗完脸。早安。早安。9点半的。嗨，早安。那有感受到是高级露营吗？真的是高级露营。好。你有算？我还是不要拍你，你现在太 real 了。哇，他们刚刚是这样拍我，根本没有在理我。好，先去吹个头发，你继续化妆。等等见。好，等等见。没想到管家还没化好妆。 他就负责美的部分，然后劳力部分是我，好像我比较像管家。要发挥我们的创意，今天要麻烦你们来帮我们布置一个全新的帐篷喽。好，要拜托你们了。真的全空了？全空的？太空了吧？我以为会有床哎。没有床，太空了吧？这很硬哎。三个，我们三个。可以了。超级重。 可以了，你干嘛自己钻到里面去啊？我手举不起来，你干嘛钻到里面去啊你？你不能去康复上班的啦！哎，好重啊！你不能去康复上班的啦！可以，我可以。今天我来，可以哈。好，我放手了，小心哦！等一下，我等一下。徐伟仪。 干嘛啦？先放，先让你们先放。他们床怎么进去的？可以，不要吵。可以。我不付，我不适合做苦工啦。可以。还需不需要地毯？你们还需不需要地毯？还要地毯，那地毯很吵。哎，总监带来的，你看能够。这是不是很有风格？是，因为要配合他们的风格。会不会聊天啊？对。然后你们两个还好吗？我开始流汗。 我以为我是来这边享受当一个露营的住客，没想到突然变成小管家之一。